朋友们好，我是艾杰西，我现在人在波士顿，但是我看到最近这几天我的视频在中国的那个点击量很大，然后这个很多人看过，我感觉非常开心，我也高兴我能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些乐趣，非常感谢这个各位在中国现在什么吃苦的是在武汉还有在其他的地方的朋友，就是要表达我衷心的支持的一个态度，就是你们的故事真的感动了我们这边的美国观众，然后也感动了我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也要跟你们说一句，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世界加油，我们一起把病毒打死了谢谢。